Hello, I'm Xichong Zha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Tourism Bureau. Quarantine hotels offer the public safe locations for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All guests must follow prevention guidelines. When you check in, please present your quarantine or isolation notice. During your stay, don't leave your room unless there's an emergency. Please keep the room clean. Bag and tie up trash and leave it outside the door. Don't ask housekeeping to enter the room. As a reminder,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during your stay, please communicate with staff by phone. Avoid all direct contact to lower risk of infection. Let's all act together to observe guidelines and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nd stamp out COVID-19.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哦、那我想呢这两天的行情、哦、持续的是拉回，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哦、有的人看加工、哦、外资、已经看到15000了、哦、15000，那当然我个人是认为啦、哦、这个行情说句实在话、啊、我常在讲，有时候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啊、千变万化啊、你有时候在看的时候干嘛说哎，这边应该怎么样、啊、那边应该怎么样、啊、融资减少的是不是够了、啊、还是说、啊、这个个股到底它拉回来的这个、哦、这个所谓的满足点、啊、是不是到了、啊、基本上来说的话，我陈老师等一下在说，我等一下在说股票里面、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想的东西就是太复杂了。为什么太复杂？因为你今天你安怎看、哦、你绝对你绝对是，我跟你讲，你绝对是比如说你一半赢嘛，一半输嘛，对不对？那你一半赢一半输来讲的话，你到最后是赢还是输，对不对？所以说我陈老师常常讲，就是股票市场里面它可爱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霸赢赢了，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我常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跟很多人讲，有人说陈老师、啊、你也没看基本面，也没看技术面、啊、对吧？我今天我简单的问你，基本面有用吗？你今天看到这个行情这样子，你认为基本面，你每天看那个报表，哎呀，赚钱赚钱赚钱，对不对？那赚钱就会涨。哦、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迷思，他在这么多年的台湾股市里面，为什么大家就是一直看基本面，看到最后就是只能吃科学面呢？我有时候我常跟大家讲说，人家都不相信，我说你那基本面一直看、哦、看到最后你真的只能吃科学面。为什么？很简单嘛，你看以前那个宏达电，王雄那个宏达电1300呢，基本面好不好？那个1300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报表，绝对是一季就赚30块。你说你能不心动吗？所以 有很多投资朋友，他今天买股票，他是看 EPS 在买的。哇，一下子 EPS 这么高，对，我一直跟落啊。那你看到那个 EPS 已经那么高了，你一直跟落，跟到尾啊，对不？你真的是去贡献那个公司的 EPS。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就为什么会这个道理，就陈老师啊，你也没在说基本面啊，没在说技术面 啊你这样看会准，我就说基本面都让我们这个，对吧，我们这种专业财经台去讲啊，那公司、哦、我跟你讲啊，第一季就赚多少了，你看他前面都没赚钱，这一光这一季就赚了20块了呢，这个公司也可以买，你认为他可不可以买？当然可以买啦，你买了就死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你看过去的经验，你看那以前威盛啊，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吧，威盛啊，6-700块，那个时候你看他的威盛，那个是也是 IC 设，也是设计啊 ，IC 对不对？晶片那时候跟 Intel 那时候威盛啊，涨到700多块，那开玩笑，你有那时候的股王啊，报表一拿出来 ，EPS 都是一季赚30块，那王雪红啊，我们以后未来不得了，了不得。不只是散户爱买，投信爱买，连外资也爱买，连那个金控的老板都爱买。那个宏达电啊 ，HTC 你知道这个白 ？HTC 啊，起个1300呢，外资给花到要2000啊呢，是不是啊？所以你之前你看到那联发科，哎呀，外资喊到2000啊，那个对不？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业绩给你看当然是很好。对不对？就像拥有半导体，就拥有全世界。那个时候，台积电一路的涨的时候，大家谁不喊台积电？航运一路涨的时候，大家就说航运三雄怎样？我之前我不是来讲，我万海你300块以上，你就好连爷爷去谈嘛，对不？啊，你300块以上的万海，你搁在遐聊？我讲200块以上的这个什么长荣，你给人家赚了嘛？你就是坐到那边就好了，你这。哦，不是哦，那个航运哦，未来哦，哇！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我是担心航运有一天又回到20几块了。不会哦，不会吗？我是担心有一天阳明又回到20几块哦。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就是说为什么股票市场里面。你必须要多方面的去看，你不能听人家讲，对不对？你不能听人家讲，你一直听人家讲，你永远跟你讲，你听不出个所以然的。今天这个行情，当然它跌到这边了，对不对？我跟你谈到一个重点是怎样，你接下来要怎么去买？你接下来你要怎么买的问题？有的人他现在买都要买那个量大的，我不建议大家买量大的。啊，那个量哦，现在跌下来要有量，有量它才未来才会涨，那不一定。那有的现在是散户进去敲的呢，对不对？蚂蚁雄兵一样的，一踩就全死哦，所以很难讲。我今天是讲句实在话 ，HTC 都1300都有可能跌到剩30块。那时候星光的那个吴东亮啊，吴东进的吴东亮，对，1000多块的宏达电，对不对？敲了几千张呢，上万张呢。你知道几块卖掉了吗？最后宏达电几块卖掉？1000多块买的呢。他还跑去问王雪红：“你们公司 HTC 未来怎么样？”哦，我们 HTC 以后非常有 potential， 未来准备要挑战三星，要追上苹果。你现在有听到 HTC 这个名字吗？你现在还有买 HTC 这种手机吗？对不对？结果后来你知道那个吴东进 HTC 的股票，宏达电的股票，你知道几块给他砍光？50块全部砍光光，赔了50亿，赔了50亿，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认为阳明不会回到20几耶，我跟你讲，那宏达电它是从200-300块拉到1300，它可以回到30。你阳明长荣是从20-30块拉到200，100、200嘛，200嘛，还不是到1300呢？你觉得它不会回到20几？当然不会是现在，对，当然不可能是现在，可能有一天吧。就像你今天你那个国巨啊。以前的国巨炒到1300呢，那个时候陈泰明那个媒体去访问他，《工商时报》《经济日报》去访问陈泰明的国巨的时候，陈泰明就讲一句话：“我们未来5年我们的被动元件都缺货，对不对？”结果第二天他前期就卖了，第二天他前期就卖了，噼里啪啦1300变成900，变成800，变成700，变成600，变成500，最后国巨跌到200。还好有拉起来，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很多公司业绩好不好？好，陈老师，我看公司太干了呢，就有钱，你看伊 EPS 几十块呢，太干了呢，真的袂使买。哦，这个就是一个，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谈 HTC 的道理，跟大家谈宏达电，跟大家谈国巨，王雪红的宏达电跟陈泰明的国巨，都是1300呢。你说今天联发科对不对？来到了这么高，当然大家也蛮冲啊，这联发科怎么好怎么好？但是联发科是从多少钱？200块上来，它最低砍到200块。那时候为什么联发科会到200块？难道是没有理由到200块吗？所以上一次联发科到1000的时候，就跟之前的我就是说跟之前的宏达电、国巨很像嘛，1000人家喊到2000了。联发科到1000已经有和外资喊到2000，就你看今天的联发科多少钱？所以我有时候我都常跟大家谈到说，为什么这些报纸他有时候在写这些利多？我有很多人说陈老师啊，你也无咧讲迄啰基本面啦咧，人拢咧讲基本面，你无啥爱讲基本面。我跟你讲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今天不是说我不爱跟你讲 EPS， 这一季赚多少，那一季赚多少，那一季以前有一只股，有一只生技股王叫瑞基，你知道吗？有老师喊到400-500块，你知道他现在剩多少吗？恒大，中国有个恒大，台湾有个恒大。我说那个恒大又会变成很小。哦，那时候疫情在演，哇，那恒大一直冲，你们看到那恒大那个瑞基啊，一直冲啊。我说这个中国台湾有一只恒大，你知道吗？你知道台湾有一只恒大做口罩啊？这我讲这一恒大医药过年变很小，没有人信，一直追。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谈到，就是说你买股票你要有什么，宁可买量少一点的。哎呦，陈老师啊，这种没有量嘛，对不对？我知道没有量啊，陈老师这种没有量。对，陈老师啊，你每次都介绍这种，我跟你谈了，就是说你今天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一波行情它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跟美国的战争嘛，所以说，我陈老师常跟你讲，很多人说陈老师啊，你喜欢买那个量比较少的。我说今天不是爱买量比较少的，因为丢中国大吧，美国大吧，这么大的国家，你看看这个撞在一起，你看这简直就是大爆炸。你看中国大不大？大、啊，你看看这中国一整数那整个经济，对不对？哦，所以说。我之前我有跟大家讲，当然你今天你跌到这边了，你要找标的，找标的不是找量大的，你找量大的，甚至现在有很多都法人已经被套牢在里面了呢，谁会去救法人呢、啊？之前很多的专家都说啊，跟着法人买，看法人的买超，看投信的买超，看外。今天我跟你讲，这不能再看法人的买超了，为什么？因为投信法人全部套在上面了。那你认为政府会现在唯一是要政府有钱啊？你认为政府会去帮法人解套吗？所以你之前一直跟着法人买，一直跟着法人买，一直跟着法人买，现在连法人都自身难保，那你还跟着法人买，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专家、很多的老师每天都在讲说，你看这一只股票，投信买多少啊，外资买多少啊，这个法人买多少，所以你要跟着买。为什么？因为它业绩好。那业绩既然好的话，为什么现在连投信、法人、外资也套在里面呢？那谁要帮他们解套？他们是一路买上去呢，现在套在里面了，你怎么办？那你散户去帮法人解套吗？你觉得你散户你有办法帮法人解套吗？只有政府，但是政府他也很贼啊，政府他不可能去帮法人解套。所以政府它怎么样？它的方向一定会放在什么？放在比较怎么样？比较法人现在少有的。哎，我讲你们都不相信了，一定是放在少法人比较少有的。所以我陈老师，我在上个礼拜我曾经跟大家谈到过，我说你那个被动元件也要注意哦，跟光学，因为大立光跟玉晶光现在跌到这边了，说真的是人家都不爱的了。国巨、华新科今天跌到这边，人家。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今年来讲的话，国巨、华新科真的外资跟投信持有的比例很少，
持有的比例很少了。你不要说今天我说打开工，我陈老师啊，我今天打开龙爱，我上礼拜不是讲过，我今天打开龙爱被 IC 设计，所以你看看 IC 设计，你看，对，今天打开龙爱被 PCB， 今天打开龙等下电动车后，那这些法人都已经套在里面了。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在周末的时候不是跟你讲说航运股嘛，我说它现在报价会越来越报越低哦。为什么？因为都解封了嘛，所以这些航运的报价也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是我为什么要大家你还是可以多注意一下被动元件，因为被动元件说真的这一整年下来现在都快年底了，今年法人外资投信持有比例最少的其实应该是被动元件。我认为应该都会回来回补，为什么？因为它筹码轻嘛，现在是以后谁先卡位被动元件，谁先赚嘛。因为你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那现在谁会去帮 IC 设计解套呢？大家都知道 IC 设计好，大家都知道买 IC 设计，大家都知道买 PCB， 大家都知道买这个电动车的概念股，就像一样嘛。为什么之前我已经跟你讲过，为什么啊？有时候传产对不对？它就像一个 team 一样嘛。我之前不是讲说打那个莱德杯有没有？我都美国队跟欧洲队，美国队就像电子股一样，那欧洲队就像什么？你有没有看过莱德杯啊？欧洲队就像传产一样啊，对不对？那传产里面事实上它就有个 team 嘛，所以之前人家讲说，哎，如果航运不涨了，它怎么涨去塑化？它怎么涨去这个纺织？它怎么涨去纸类？它怎么涨去？为什么？因为那边套牢了嘛，它航运大家套在里面了，它的资金就跑去哪里？就跑去塑化啦，跑去这个，不是因为他那边好哎，对吧？叉叉一个灯还叉，所以我就跟你讲啊，点足够赶快嘛，因为你电子股现在说真的，法人套最多的现在变成在 IC 设计里面了，第二多的是 PCB， 第三多的都套在电动车里面了，所以今年法人事实上反而他持有比较少是什么？被动元件嘛。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而且每年被动元件几乎快到了11、12月，被动元件好像就会有一波行情，还有那个光学。所以你不要现在，你不要，我认为玉晶光跟大力光如果不好的话，我认为苹果概念股也不会好。我这样讲你懂吗？欸，大力光都不好，你认为鸿海台积电会好到哪里去？我讲这个话，最高阶的东西了嘛。大力光跟玉晶光不好的话，你认为台积电跟鸿海集团能够 好到哪里去？对不对？那你今天你说真的，你去炒细粒，去炒翔硕，啊，去炒这个什么？那我个人认为怎么样？这个你以后就会发觉到它有一点牵强，它变得有点牵强。所以像细粒那种，以后万一有一天真的掉下来了，我跟你讲，那不得了。细粒啊，你也不要那些有钱人啊，你要小心啊。那有一天那个细粒下来了，变成细油、哦。那细粒啊，你不要看它这个哦，它这个要注意啊，细粒啊，你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很好，好棒哦。哎，细粒我当时下来，一打住光很大，几光变很小，没有人信的。你看这很，你知道现在看那个恒大，台湾那个口罩那个恒大，你知道它跌到多少了吗？哦，我认为真的有实力还是大力光，我的感觉啦。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高价股来讲，我还是看好大力光，我还是看好它。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大力光、玉晶光跌到这边了不能买，你不要认为国际华新科跌到这边不能买。哦，我个人认为这个以后反而它有机会上来，因为什么？第一个法人，因为今年在法人都在炒 IC 设计嘛。那到明，你现在要看明年了嘛？那明年会不会再炒 IC 设计啊？每年也该个炒 IC 设计，很难讲，搞不好明年换不一样的了。那你现在你一定要去多寻找一些怎么样法人持有少一点的，对，你现在业绩看不到好的，那才有机会嘛。秀成老师在最近的节目里面，我就一直跟大家谈哦，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啊被动元件这一块，还有光学。哦，所以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真的要买，像我这两天我一直跟大家谈了，我帮你检视持股。我之前一直说要换，很多人说陈老师啊，我才不换呢。我说我今天再开放一天，
你打电话进来，你如果股票要换的话，你只要来电，免费，免费帮你换股票。哦，我陈老师跟你谈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哦，像我这两天我跟你谈到这个，你不要看这个，这个以后难讲啊，股本又小，法人又少，而且业绩它怎么样？它，我今天跟你谈的东西是未来性的，不是说你今天看到说，哦，它 EPS 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在最近的节目里面，我就跟你谈到说，其实你应该有时候把重心稍微放在什么？真的，我不会骗你啦，你不要说啊，你家里安杀量的软妹。我认为啦，你现在的重心啦，你反而齁，我跟你讲，你要找一些法人比较少的来拉近一点。我认为像大力光、玉金光、亚光、国巨、华新科，这都是龙头。为什么？因为这法人很少了嘛，这法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个绝对是怎么样？这个绝对才是所谓的正统的。正统的点珠够啊！哎呦，我讲话你们不信，你要到今年年底一直到明年啊，大力光、玉金光、亚光、国巨、华新科，哦，所以我在老师长跟你讲，这跟你讲往家你也要注意，这金展科你要注意。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很多陈老师哦，哎，我现在我随便乱买，你看我之前讲这个你也没买啊，到了很上面才在追吧？你这有买吗？啊，你这个有没有买？这个都30块不买，你是通家，你要到了150才在追通家，对不对？所以我陈老师今天我就跟你讲，你回过头来你要注意什么？注意这一些，大力光啦、玉金光啦、亚光啦、国巨啦、华新科，我不会骗你。很多人说陈老师啊，我现在点数够啊，实在是吼，唔知买啥，唔知是要买强的还是要买弱的。我跟你讲，你就注意就对了，好不好？那今天各位投资朋友，你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希望大家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什么样的机会呢？我就跟你讲，也只有一次了。我上礼拜是跟你讲说，叫你要换，你只要来电，该换要换。我跟你讲，你今天你如果不换的话，来拉近一点，你今天就把你的持股给我嘛，你就打一通电话进来，你也才花1块钱。我陈老师，我跟你讲的东西一定有我的道理。我上个礼拜为什么一直跟你讲你要换？要换。真侪人诶，股票安尼杀咧，安尼一直，唔是一直买，就是一直抛。反正我跟你讲，你要换，懂不懂？那今天呢，来通电话。那我陈老师跟你讲的股票，各位投资朋友，你要注意一下。你不要看它现在，我跟你讲，这有的很低耶，有的很低啊，好不好？那今天来电的各位投资朋友，只有一次机会，就是来拉近一点，就是要换。那要换到什么？非常的重要，好不好？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2022荣耀回归，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让您信心十足，一路长虹。长虹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Live 直播。来不及，来不及，定上线。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新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那我陈老师跟你谈很重要的啊，开始要买一些真正的电子股里面的真命天子，大力光啦、郁金光啦、亚光啦、国巨啦、华，但在这个它衍生出来的又会有很多二线的啦。只是说我今天跟你谈的这个，就是慢慢的可以接了。到明年，我认为怎么样？我还是很看好这大力光，来拉近一点哦。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回到真正的电子股，哦，真的啊，像这个真的是，它是真的是一个怎么样？你能够这个技术的东西嘛，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怎么样？当然爱乱追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各位投资朋友啊，这个陈老师给大家检视持股，那只有一天，好不好？记得要换股。那希望大家啊，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了，就把持股传进来给我们啊，免费帮大家服务，好不好？好好把握，祝大家赚大钱，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